中港巴士司机后，何勇依然爱疯狂飙车、超速、闯红灯、切线，这些危险动作一样不少。有一天，何勇在深圳跑车。谁呀？老吴啊，我在卡拉 OK 店，你要过来吗？10分钟左右到。哎呀，不要开太快，慢慢来。没问题。10分钟后，何勇停好车，准备走进卡拉 OK。途中，哎，帅哥，看你印堂发黑，将有血光之灾呀！神经病，你要是算得那么准呐、就不用在路边摆摊呐。年轻人，你听我说啊。白痴。怎么那么久啊？你跑去哪里了？我刚才啊遇到了一个神棍，他说我会有什么血光之灾。哈哈，真的？那你今晚要斯文一点，免得弄到流血了。废话不要多说了，来，先干杯。当晚，何勇喝了不少，几乎忘了算命师说的话。3个小时之后，哎，你明天还要开车，喝太多会影响精神的。你很啰嗦哎，我干杯，你随意。终于，何勇醉到不省人事。隔天，哎，老吴呢？一定是没告诉我，自己先溜掉了。哎呀，6点了，我还要赶去车站载乘客。昨晚真的喝太多了，现在还觉得头昏脑胀的。突然，前面的游览车切线，何勇紧急刹车。哎，搞什么飞机？想要插队啊？对方加速离开，何勇紧追在后。想跟我玩，放马过来啊！